World 游戏介绍，闯关模式，游戏操作方式非常简单，只要以手指点击主角之后，并向后拖拉就可以瞄准发射，只要主角到达终点就可以过关，同时后面还会有一只狗在追着你，如果被追到的话就算输咯。对战模式，对战模式可以两人同时进行游戏，操作的方式跟闯关模式一样，游戏中会让双方轮流控制自己的笔，只要某一方画过对方上一回合所留下来的节点，就算获胜咯。